位。那我大概是四年前才开始运动的，然后就从此开始喜欢上运动。去参加圣母峰马拉松越野赛的时候，困难是所有的选手他的出发点是在海拔5400公尺的圣母峰基地营，我们必须要非常慎重的去选择我们身上所佩戴跟穿戴的东西，一切都要轻量化，然后而且它必须要非常大的一个效能，它才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。穿在身上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它不仅是不是它的功能性强，然后它也非常的好看，所以它让我变成在喜马拉雅山上面最时尚的一个选手。我接下来不管在爬山或者是在平常的跑步，也会持续的去穿戴它。然后当然呢，我在台北的街头，然后在星光三月前面，我一样可以穿着它，搭配我日常生活中的衣服。这就是我觉得这件衣服很棒的。